我11岁就没有妈妈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半工半读，我就要扛起养弟弟妹妹的责任，因为我是最大的。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娱乐场所，所以呢，为了讨生活，很强势，会跟人家针锋相对，锱铢必较。是来到慈济以后，会发现要把恶缘转为善缘，所以呢，会尽量跟别人配合，然后会发现其实跟别人配合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在慈济里面，虽然我每天工作很晚回家，可是我宁愿早起来做慈济，因为来做慈济，你会得到一种心灵的快乐，那种快乐不是你赚多少钱可以换回来的。我还要最感恩的人就是我的师兄，他呢愿意跟我一起来做慈济，然后改变了我整个人生。还没进入那个慈济的时候，他是100%的脾气很暴的。啊，自从进入了慈济以后呢，降了一半，我很开心。不然以前我们常吵架哎。原来做慈济可以让我改变这么多，所以呢，给我一个目标，我的目标以后就是一直做慈济，努力的做每一件该做好的事情。